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，当看到凯恩罚丢点球后，姆巴佩开怀大笑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但得知姆巴佩为何大笑的原因时，网友纷纷表示姆总太可爱。赛前姆巴佩欲跟英格兰中场亨德森击掌遭无视，随后只能淡然一笑化解尴尬。后来又有一段视频曝光，原来姆巴佩不但被亨德森无视，而在之前他也主动向英格兰右后卫沃克握手致意，但同样遭到冷眼相对。赛前连续遭两次羞辱，姆巴佩心生怨恨，在凯恩罚丢点球后，他终于忍不住要大笑。凯恩罚丢那个绝平点球后，让法国最终以2-1的比分击败英格兰晋级四强，他们的半决赛对手将会是历史性打进四强的大黑马摩洛哥。尽管在英法大战中没有取得进球，但姆巴佩仍然以5球领跑世界杯射手榜，排在他身后的分别是梅西和吉鲁，他们均打进了4球。现在姆巴佩正在向世界杯金靴发起冲击，而他所在法国队也再次向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